气源，这是总气源。是恢复出厂设置性。对。你说这个是操作面板，那个是调角度的，这样说。为什么这个一直响？还是从这里看？嗯。操作面板，电机启动，托板启动，电机停止，托板的栓子，左、中、右。中间是双机头，那个什么中间停止的，这个是机头栓子，左双右加紧装置，加紧开关，供进，这是机停，如遇紧急情况跟机停。